同学，你们对基本学历测验的数学，往往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而且很多家长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说我花了很多钱让小朋友去补习，却补不出效果。那今天老师就是要以这一个小时，帮同学真正去揭开数学的一个真面目，也让你知道怎么样去应付这个基本学历测验。好，你们现在手上所拿到的讲义，你注意看，所谓的数学跟算术，一般人都会把它混淆了。所谓的算术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加减乘除，那所谓的数学呢？哦，你手上拿的讲义上面就讲，笔记本每本32元，打4折，圆珠笔每支1.25元，小明买了4本圆笔记本，64支圆珠笔要付多少钱？像这一种就是叫做数学。那我老师黑板上所写的这个就叫算术，可是同学把数学跟算术完全搞混了。我相信很多家长都经常听小孩子回去说，妈妈，今天这一题我应该写对的，可是我粗心，我算错了。算错就是错在这个地方，而不是他题目不了解。好，老师举这个简单的例子，你看0.25×32，以国中生来讲，如果没有经过提醒的话，他一定是用国小最简单的方法，2×5=10，2×2=4这样子，慢慢的算。可是你要知道，考试的时候时间非常的紧迫，所以缩短时间就可以增加你的分数。你看，老师用另外一个思考模式，如果你今天把0.25×1/4，一约分，马上答案就是8了。这样的方法跟这样的方法，只要这一小小的地方节省个30秒，每一题下来你就可以节省到5到6分钟，你就会有很从容的时间把这基本学历测验考得非常好。所以老师要给同学课前的第一个另类的思考，同学在黑板上的这一组数字你一定要记在脑海里，在基本学历测验考场的时候，分数小数你一定要可以灵活的运算，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算术功力提升。比如说0.25×1/4，0.5×2/1，0.125×8/1，8×1=0.125，0.125×8/1，0.375×3/3，你随时要记到脑袋里面。不然的话，这个还算是小 case 哦。你看，如果老师现在出了一个题目，0.375×64，3位数×2位数。以国中生如果用这种直式的算法的话，可能要2分钟、3分钟，说不定还会算错。但是如果你把它这么一改，我相信要算错的几率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师开门见山的就要告诉同学，这一堂课我要让你真正的去了解基本学历测验，这一个小时可以让你在基本学历测验多拿个10分、20分。好，现在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课程。好，同学，我们现在首先先看到第一题，9加括号负二乘以中括号这一种题目，基本学历测验每次的基本学历测验前三题一定都是这种题目，所以同学这个算术的部分一定要熟练。老师跟同学讲，这个从国小我们就学过了，去括号先乘除后加减，从里面先算，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技巧性，只要你小心哦，了解它的运算规则。好，这里不动的不要急，我们不要去动它。这里中括号里面，这里-3×2=-6，前面负号再变号，所以这个中括号里面就是18+6×4，好，那就会等于9。记住哦，先乘除后加减，所以这个我们还是不要去动它。这里是多少？24×4。好，同学注意了，这个地方是加号、乘号、除号，所以后面这边要先运算。很多同学就是在这个地方突然忘记了。记住，基本学历测验前三题就是在考这个先乘除后加减，后面底下有非常多的题目，等一下同学你可以练习看看。来，9，这里24×4，先乘除后加减，这边就可以算了。这边我们就可以24×4多少？不见得一定要乘完再除，我们乘除的话，我也可以除完再乘，这个就没有关系了。先乘除后加减，所以这里乘以6，
所以九减十二，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负三。在这，因为老师要讲解，不然的话，老师在计算这种题目，同学你要自我要求，一定要在三十秒内就要把这种题目解决掉，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困难的题目等着你去挑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题，这也是基本学历测验在考试曾经出过的，一样，你比照刚刚的第一题，它只是数字换了，刚刚那个是最基本的整数，现在是分数的四则运算。好，这里一样，先乘除后加减，那很多同学就很担心了，变号的问题，所以老师一直跟同学讲。变号你不要急，等到最后整理完再来一一变号，你不要边计算边变号，你一定容易错，不信你回家试试看，你边穿裤子边穿衣服，看你能不能穿好，衣服一件一件穿好，裤子再来穿，绝对不可能衣服裤子一起穿，对不对？这样的道理你了解，这种题目你就不会了，你就不会说在考试的时候就会预算错误了。你看这里除多少，负二分之一的三次方是多少，负八分之一，这里乘，不要动它哦。老师在跟你提醒，因为你一动它，你就会乱掉。不用急，这种题目不是急就可以急得来的。这个平方我们先处理好，这个地方除改成乘，你就会比较容易运算了。来，然后在计算的时候，这里就是乘，先乘除后加减，算算看有几个负号，一个、两个，所以。负负得正，偶数的负号变成正的，所以来、啊、接下来就是约分的功力了。这个多少？二。这个约掉多少？二。好，负号负号变正号，三二得六，六加九，答案就是多少？十五。这两题，一题是整数的四则运算，一题是分数的四则运算。以下的题目，同学要练习看看，基本学历测验前面三题一定会考这个。好，接下来老师再为同学介绍几题有关于像小学应用问题的基本学历测验。好，同学，刚刚老师为同学演算的是两题典型的算术题，那第三题同学你就自己练习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四题，第四题就是一种应用问题。他说小峰想用一个游戏的方法问出两位朋友的年龄，他说将你的年龄先减五再平方，然后再加上二十五，所出现的数字就是你今天的幸运数字。好，于是阿朱就说啦，我是八十九，阿花说他是一百四十六，请你根据小峰所讲的话算出阿朱跟阿花的年纪。所以这种题目就是我们老师刚刚讲的，它就是一种应用问题，你要看懂题目的意思。你注意小峰所讲的，先把你的年纪减五之后，然后再什么样平方，最后加二十五，这就是小峰告诉他两个朋友的计算方式。结果呢，阿朱算出来是多少？八十九。阿花呢？阿花也一样要这样算，也一样这样算，他算出来是多少？一百四十六。那这样子你就知道啊。那我们把它解出来，因为记住年纪是没有负数的。照理讲，这个平方是有正负，可是年纪是没有负数的，所以我们这个解出来，来哦，看着哦，减五的平方，这个移项过来就是减的，减的话多少？六十四，六十四开方，所以减五就会等于多少？八，所以阿朱的年纪是多少呢？十三岁。那阿花呢？阿花他说他是一四六。所以一样的算法，只是你要算两次而已。移过来多少？一二一开方，所以这个减五之后就是十一。再讲一遍，年纪人数都没有负的，所以阿花的年纪是多少？十六岁。好，但是题目不是这样问哦，他说你 A 加 B 是多少？那 A 加 B 的话就是十三加十六，就等于二十九。二十九的范围在哪里？二十九的范围就在三十跟二十七之间，所以第四题的答案我们就是选第四个答案 D。好，同学，老师在这个前言里面举的例子，同学你不难发现，基本学历测验它所要考的的确是国中的基本的数学的概念，你要了解国中数学学些什么东西。
那老师要以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来教同学怎么样准备基本学历测验。老师把这几年来的基本学历测验的题目归纳成十个解题目的方法，这个在市面上我相信各位同学是不容易看得到的。今天同学看了这些袋子这些教法之后，你一定要把这十个方法不断不断的在脑海里面复习，进基本学历测验你就不会慌张，不会出现那个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写不出题目看不懂题目的状况出现。好，接下来老师就开始为同学介绍这十个针对基本学历测验数学科的解题方式。好，我们首先看到了题型一。题型一，同学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老师之所以把它放在题型一，因为基本学历测验计算题完之后大概出现的题型就是这一种所谓的带入法。带入法有一个特色，老师可以直接跟你讲过，就是说如果题目有提到所谓的正整数，而且它又加上方程式的话，老师讲义上面有写啊，方程式加正整数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暗示你它就是要用带入法。那什么叫带入法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讨论。而且这个题目有一个特色，可能它给你的正整数数目会在十个以内，这样你就可以很快以很快的速度讨论出来。好，老师就以基本学历测验考过的题目来举几个例题，让同学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带入法，什么叫做讨论。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题，图表一，他说某照相馆里面的价目表，今逢周年庆，底片冲洗跟照片冲洗要打九折，所带了一卷底片去冲洗，规格是3×5的，这个不是重点，这是照片的大小，所以同学不要看错重点了。好，他洗了若干张，一共打折之后一共付了189元，请问他总共洗了几张？如果同学对这种题目非常没概念的话，你想一想，以基本学历测验来讲，它是一个照片有没有洗半张的？不可能洗半张，所以它是完整的，所以他给你的答案33、34、35、36。如果你算术能力不错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直接带进去？怎么带进去？你看哦，33一张4块钱加冲洗费用，34一张4块钱加冲洗费用，35一张4块钱加冲洗费用，36一张4块钱加冲洗费用。然后他说，因为周年庆，所以一律打九折。那我们就看看打完九折之后，哪一个答案是等于189元的？哪一个答案？对不对？这是老师跟你讲另类的思考方式。当然，你说老师，我们学校老师都假设 x， 当然老师得会给你解给你看。如果你对解 x 会有恐惧感，干嘛一定要用 x？ 你用框框啊。框框代表未知数啊，那我们排出来就是什么？框框一张4块钱加70元，这冲洗费用打了九折之后等于189元。好，老师刚刚有跟同学讲了，这一种0.9，你一定要这样子拿过来用除的吗？是不是改成1/10？移过来，乘的移过来变成除的，所以这个地方乘以4加70元要等于189，看清楚喽。本来移过来是除0.9，0.9除0.9就乘多少？来，0.9是多少？10/9，所以除0.9就乘9/10，又是一个约分的技巧。所以这里是210元。好，这里约分完之后，9跟189约分21，21乘以10就是210。同学在考场的时候，这个速度要快，移项过来，所以这个乘以4之后。210减70，所以四个框框会等于140，所以框框就等于多少呢？35。所以手总共洗了几张？35张。那如果你今天老师这个日子我不会算，排列也不会算，你就替手算一算钱嘛。我问你，假设你开的是照相店，你是冲洗店的老板，你也要会算钱啊。你算算看嘛，看洗几张算出来之后会189，你就可以知道，记得是打九折之后，所以这个答案，我们第一题的答案就是选 C。那你了解这个什么叫做整数的概念没？所以其实基本学历测验很多题目你不要死脑筋，一定要假设未知数才会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目。第二题，
我书店的文具价格为铅笔一支7元，圆珠笔一支15元，橡皮擦一个20元。如果有5位小朋友，注意哦，关键字在这里哦，每人各买一件，每人各买一件。所以同学在考场这种关键字，你要用红笔把它圈起来，圈起来你就了解哦，题目的重点在哪里。不然你题目一直看，不晓得重点在哪里，你没有办法去解这个数学的应用问题。你看，一共花了64元，请问有几个人买的原子笔？只能买一件哦。所以你看，它现在价格有什么？7元的，有15元的，有20元的。很多同学他没有概念，怎么样没有概念？他只要说啊，一定要假设 x y， 我才会解。这种题目的关键在哪里？他一共花了64元。同学，老师问你一件事情，圆珠笔没有半支的，铅笔没有半支的，它一定是整数，又是正整数的概念。那我问你哦，以这几组数字的组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要如何才能组合出一个尾数是四的，个位数是四的？你看哦，7+5多少？12，尾数是2，0，零再加多次，后面还是零。5加起来尾数多少？50、15，不可能是。只有什么？只有小心哦。为了产生尾数是四的，是不是7？铅笔要买几支？一定要买，一定要买2支。所以这个题目你假设 x 反而解不出来。刘老师，我假设 x y z， 好吧，你就准备，哦，等着收尸吧。这个不可能用的，这个是正整数的题目，直接讨论。不要怀疑，好，那你就知道了。这14元一定要买2支圆珠笔才可以。接下来已经两个人买喽。那64再减14，是不是剩下50元？好，又来了。这50元我要怎么组合？组合出50元，只剩下3种，买3样东西要组合出50元。来，很简单，二十，你看哦。20还要多少才会有50？你看，你如果再加20，你如果再加20，写给你看哦，20、20、10，哎，这里的东西没有10元的，所以这里20之后就只能剩下什么？买2支圆珠笔，这一组刚好全部加起来多少？50元。所以题目答案就在这里了，他题目要问你，请问其中有几个人买圆珠笔？圆珠笔一定要几个？一定要买2支，这样组合才能够刚好是题目要的64元。所以这个题目，老师在跟你讲解的过程中，这个不是 x y 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正整数的概念。讨论，讨论，带入，带入，记住。好，所以这个答案，我们答案是选 C， 答案是选 C。好，老师再举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也是正整数的题目，那种代表性的基本学历测验，在这几年里面考得非常的多，很多同学是不晓得原来这个题目就是非常代表性的代入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3题。好，同学，老师刚刚有跟同学讲，在代入法里面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正整数的观念，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第3题，他说创创家有10人，手手家有8人，你看到没？算人数的题目，算人数，你要知道人数绝对不可能半个，不可能是负数，所以这就是标准的正整数的题目。他说两家人一同去看表演，该场表演的票价如右图16所示，创创家的总票价比手手家少付了60元。那问你说，创创家的半票比手手家的半票多几张？好，你看哦。这种题目，很多同学假设完未知数之后，他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很多老师讲说，两个未知数一定要两个方程式才解得出来，没有错。可是这个题目，你不要被这个观念给绑住了。怎么说呢？因为有的题目你不见得要两个都算出来，你也可以找到答案。来，我们看的这一题怎么解？他说创创家，那我们就假设创创家的半票。他家里的半票，我们有 S3， 那全票呢？因为创创家总共有几人呢？总共有10人，所以全票就是10减 S。同理，手手家，
所属家里的半票，我们假设是 Y， 全票呢？那全票当然，因为他家里只有八个人哦，所以全家里面八个人减掉 Y， 那就是全票。那你了解哦？那现在换票价，他说全票60元，好，那创创家总要付多少元？60元的，这是全票。半票呢？半票是30元，30元有 S 三。那所属家一样的道理，全票60元，八减 Y， 这是他全票付的钱。半票呢？30元 Y。好，问题来了，这一句话才是关键。很多同学排完之后，他又讲一句话：创创家，这是创创家所付的钱。那这是所属家，他说创创家比所属家少60，那么他比较少哦，所以我们再加60，是不是就一样多了？好，这个题目关键就在这里。好，老师跟同学讲，今天进考场，我们数字能够越简单越好，所以老师一直在跟同学讲，在计算的过程中，约分的观念很重要。可是当然，你也不要矫枉过正。每个题目都要约分，如果你功力不够，题目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约分，老师建议你还是按部就班的算。那因为我们老师在解题经验比同学来的多，所以你不要羡慕老师，老师你们的计算怎么那么快，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要知道，你有把握的你再约分，不要乱约，不是有约分就有分数，你要约对了。来看这里都有30的是吧，都是30的倍数，都有30的因素，所以把用30来约，这里变成2加2，看到哦，约掉，来10减 X， 这里加 X 等于28减 Y 除以30加 Y， 好，展开来，2加20减 2X 加 X 等于16减 2Y 加 Y， 好，太漂亮了，你看到没？这里 X， 这里 Y， 你说老师，两个未知数嘞，只有一个方程式，对。所以老师刚刚在解题之前就跟你讲，不要陷入那个迷思。很多人一直讲说我要把 x y 算出来，然后 x 减 y 我才会算。这个题目它设计的地方就在这里。你虽然 x y 没有办法算出来，可以，但是你可以算出 x 减 y 多少。你看这里是负 x， 移过来这里是负 y， 所以我们把移过来之后就变成 x 减 y， 这里移过去22减16，所以 x 减 y 就会等于6。所以创创家跟所属家的半票相差就是6，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我们就要选猪。好，同学，这几个例题你不难发现，正整数一看就可以马上看得出来，所以代步法专门就是用来解正整数的题目。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题。好，来，我们来看到第四题，如果45可以分解成 A 乘以 B， 其中 AB 均为正整数。同学看到这三个字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喜悦啊？看到没？正整数，代入法的标准模式，正整数加方程式。他问你说哪一个不可能是 A 加 B？ 这个就是因数分解加正整数的题目，所以我们就当然马上把它因数分解。注意，老师跟同学讲，有些同学他的坏习惯非常的多，因数分解，记住你不要急。老师跟同学提醒，你在因数分解的时候，一定是从质数最小的2、3、5、7依序的用下来。你不要2还没除完就跳5，5又跳7，7又跳3，这样子你一定会乱掉。好，我们用3，因为没有2的因数。15除完之后，3还可以再除，我们继续把它除完。所以45就会等于3的2次方乘以5。这样它可以把还出几样呢？它可以1乘45，它可以呢3乘多少15，它可以多少9乘5。好，这个地方分别就是题目要的 A 乘 B， 就是 A 乘 B。那题目说 A 加 B 不可能是多少？来 ，A 加 B， 以这一组来讲 ，A 加 B 是多少？48。这一组 A 加 B 可以等于多少？18。A 加 B 可以等于多少？14，所以可以等于14，可以等于18，可以等于多少？46。来，这个地方是1加45，所以是46，可以46，可以18，可以14，但是就没有办法等于42，所以他说不可能为多少？为
42，所以答案是选 B。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五题啊，第五题的题目是国三的等差数列加正整数，但是这个题目不难，可是我很担心的是，同学会以为他是要你算等差数列的一大堆的公式，其实不是。老师跟同学讲，他说 A、B、C 为等差数列，公差是3，他说 A、B、C 是公差3哦。那么数列 A+5、B+10、C+5，请问等差数列那公差是多少？这种题目真的并不是要为难同学，他的公差是3，然后 A+5、B+10、C+15，它的公差你告诉我多少？这个地方原来已经是3了，所以你告诉我 B 是不是等于 A+3，C 再加 3，C 是不是等于 A+3+3？所以它是公差是3嘛，等差数列嘛，所以这个我们写出来 A+5，这个叫代入法，代入嘛，一点难度都没有。这里多少？21，你告诉我这里相差多少？这相差是8，这相差多少？8，所以它们的公差就是多少？就是8，所以答案我们选 C。所以代入法在基本学历测验相当相当的好用，只是老师跟同学提醒，要看对时机，正整数加方程式，没有别的，就是代入法。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例题。好，同学，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六题。第六题，他说小华利用自己的生日设计了一个四位数的密码。他说将他的日期先把它拆成两个质数的和，同学把质数两个是圈起。质数还记得吗？老师刚刚也跟同学讲了，2、3、5、7、11、13，这同学你一定要基本概念。好，这是质数和，比如说8就拆成3+5。24就拆成11+13，为什么不能拆成2跟22？22不是质数，所以拆成两个质数，然后把这些质数四个质数再乘起来，这就是它的四位数的密码。于是他说了，今天小华的密码是2030。好，这个跟上面的第四题是不是有一点同类型呢？所以我跟你讲，基本学历测验老师这样子给你归纳，你就会发现它是有一个规律性的。这个就是在考质因数的分解加上正整数。你看2030，老师把它质因数分解，记住哦，一定从小的质数一直用，分解完之后，它会等于2×5×7×29。这个在考场的时候，同学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分解出来？自己一定要再算一遍。好，这个就是解这一个题目解题目的关键。接下来就是讨论的，为什么你质因数分解完之后，这四个数一定是两个加起来是月份，两个加起来是它的日期。那老师问你，一个月最多也不过是31天，会不会29+7？29+7是多少？36，超过。29+5也超过，所以29一定是跟2在一起。何况我们的月份最多到12月，也没有那个29月，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是日期。但是题目要问你小华是几月出生的，就是把中间的5跟7加起来12，所以小华出生的月份答案就是选第四个 D， 他出生的月份就是12。好，第一个题型老师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题型。好，同学，现在老师要为同学介绍的是第二个方法，叫归纳。那这个归纳法呢，在基本学历测验考试的题目里面，它会有一种所谓的规律性出现。那你怎么样看出这种题目就是归纳法？老师跟同学讲，一般来讲，如果它的题目它给你的数据或给你的内容有循环性或者是有规律性，像比如说国三我们所学的等差数列，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倍数、因数倍数，这种有规律性的题目非常有可能就是归纳法。所以我们用基本学历测验的题目来跟同学来举例，你就可以知道，注意哦，这种归纳法如果你在考场里面想要说有更快的方法，老师跟你讲，你这个就算老师教了十几年的书了，也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就是乖乖的照着题目要的意思一个一个列出来，找出它的规律性，答案就知道了。好，我们来看到第一题，他说某公司每天晚上必须派保全人员留守。好，这里有一个图表，他说
甲乙丙丁戊五位保全人员留守的值班表，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他的轮班表。好，照这样排，照这样排。他说，请问丙在第几周必须一个星期里面必须要留守两次？好，留守两次，而且是要找丙。你看这个题目，他只给你两个，可是你就必须要乖乖的找到丙。你看哦，在第二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丙就已经什么留守两次，就是值班两次了。哦，他本身留守两次，值班两次。接下来你看，甲乙丙丁戊，甲乙丙丁戊，甲乙丙丁戊，这是不是一种规律性？可是题目要的是什么？丙要一个礼拜值班两次。好，我们就继续找。照着他意思找，找到我们的第二次出现重复的，第一周开始是甲乙丙丁戊，我们一直找一直找，照着顺序写，一直到第六周，甲乙丙丁戊跟第一周才开始出现什么重复。由此可见，这个排班是五个星期做一个规律，五个星期就是五个礼拜就规律就回复一次，就有点像你们国文所学的一甲子，有没有？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这样子六十年一个甲子，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性，这样规律性找出来的话，你找到丙在第二周以及在第几周有两个丙，第四周丙要值班两次。那你说老师，现在题目有三十八周、第三十八周、第三十九周、第四十周、第四十一周，到底哪一周？你总不会一直写一直写写到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吧？因为这有规律性的，我们就从规律性来算。因为五个一循环，所以第一个就是用五除于一，用五除于二，用五除于三，用五除于四，这个五的倍数可以整除的。所以你看，这里除以五多少？这里除以五，这里除以五，这里除以五，这里也除以五，它们分别都是余多少？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余三？这里呢余四，这里整除，这里余一。那你看一下，它要什么时候要找余二的或者是余四的？所以在哪一周它可能在第二，在一个礼拜值两次班，所以这个答案就是选 B， 第三十九周除出来它余四，因为五个一循环，它在第二周跟第四周余除出来余二跟余四的，它都要值班两次，这个叫归纳法。因为老师现在是要跟同学讲解，所以老师速度算是放得很慢。在进考场，你绝对要很快的把它规律性找出来。这种分数不用计算，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规律性是在考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题。第二题，这个题目其实原则上来讲，这不算是一个。不算是一个算术，这小学同学就已经有学过很多了。哦，他是说汽车、哦、公车、哦、客运公司每天早上5:30发第一班车，他说7:00到9:00巅峰时刻嘛，大家要上下班上班嘛，所以他每5分钟发一班。注意哦，题目关键就在这里，其他时段15分钟才发一班车，请问7:34到9:34一共发了几班车？问题来了，因为他给你的时段，这是题目给的，刚好部分是五分钟一班的，部分是15分钟一班的，所以这种东西你归纳起来，你就要切割清楚。我们就把它很简单的切割，因为这里这一段时间里面，九点之前的是这么，总共几分钟？以34分到这里，总共这里是85分钟，知道吗？哎，这要会算哦。一个小时是60分，7:35到9:00，总共是85分钟。85分钟每5分钟发一班，所以这里总共多少？60、85，总共发了10几班，17班。但是注意，同学，这个地方同学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众数问题，因为两边这个刚好都是整五的倍数，所以两个都要发，众数两边都要中，所以这里总共发了几班？总共17+1，总共发了18班车。那
除了这段时间之后，这是十五分的九点十五跟九点三十再各发一班车。所以同学，这个题目的陷阱在哪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段时间里面，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手指头算一算？其实这个也可以，老师跟同学讲过了，在数学考场里面，只要你的方法是一分半钟可解决的，都算是好方法。只要不要时间拖得太长，你容易错的方法都是好方法。你不要找一个你很容易错不习惯的方法来解，因为这个要写出来其实不会很难，时间也不会浪费太多。好，这里十八班，这里两班，所以总共在这一段时间十八加二总共发了几班车？总共发了二十班车。所以答案是选 C， 答案是选 C。 那你就可以了解了，归纳法其实它只是一个工具，但是要用这个工具，老师讲过，你一定要很清楚，一眼就看出这个题目就是归纳法。好，接下来老师再为同学多举几个例子。好，同学，我们现在看到第三题，第三题是三年级的课程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单元，就是机遇的问题。三年级下学期最后的两个单元讲的就是机遇啊、等差。那这机遇跟等差的题目，在我们的归纳法里面就是专门用来解有关于几率跟等差的题目。同学都知道啊，几率都是什么？有多少个一个分母，那发生的几率是多少？好，这个题目完完全全就是这样的特性。你看一下哈，他说有三个方格代表一个三位数，甲乙分别已经把三跟六排进去的，排的样子。好，这是百位数、十位数、个位数。他说今天在这个空格，现在这个空格里面，他们要填进去相同的数字，好，从一到九填相同数字。请问填出来放进去之后，甲要大于乙，甲要大于乙的机会有多少？同学，麻烦你把这个关键字画起来。同学在题目里面，甲乙填入相同号码，就是说甲这边填一，这边就要填一，这边填二，这边就要填二。那你想想嘛，这个不是归纳法，不然这是什么呢？所以来，我们填一，填一的话，甲就是多少？六一三，乙呢？一三六，填二、填三、填四，一直填下去。那我问你，一到九是不是有九种方法？所以在九种数字里面，我填进去的时候可以让甲大于乙的，很简单，只要乙这个框框不要怎么样，不要比六大就好了嘛。所以如果今天填七，可不可以？你看哦，六七三，七三六，正好。所以后面的七八九三个数字都不能用，因为一旦填进去，变成乙大于甲。所以从哪里到哪里可以？一到多少？一到六。为什么？你看哦，我填六，这里填六，这里填六，六六三有没有大于六三六？有啊。所以一到六都是可以符合题目的要求。那我们有九种填法，里面有六种是符合我们要的题目要的条件。所以他说，请问这样的几率有多少？答案就是多少？三分之二。而且如果你说老师这样子会不会很麻烦，老师跟同学讲过，如果像这一种数字在十个以内，你真的就算你把它全部写出来也不会超过三十秒。你看六一三，一三六，六二三，二三六，六三三，三三六，你就把它写出来嘛，九个而已嘛，啊，九个消掉，不合的消掉，那几分之几就答案就知道了。所以数学基本学习测验题目，你不要死脑筋，脑筋要灵活，转快一点。这种题目不见得一定要跟他一板一眼的，这种题目照着题目看完，懂意思就会写出答案。所以这答案我们是选 C。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题，这一题第三题是几率，第四题就是等差的代表。所以老师刚刚跟你讲了，几率跟等差的题目，我们的归纳法就是专门来治这两个单元的。你看，他说有若干学生排出了一个五边形的队，由内而外排了六圈哦，这样要六圈，这样要六圈，这就是题目的重点了，要排六圈。他说第一圈，你看我们算算几个人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一圈是十个人，第二圈呢，你不要慢慢这样算了，这样算会算死人的。然后等到这个老师你教我的啊，我们把它全部画出来。这个圈圈很多哎，但是你会发现它有规律性，只要有规律性的，有规律性的规，我们就用规来治它；有规律性的，我们就用规纳。所以你看，这一个边跟这一个边，这个边比这个边多了两个，这个边跟这边也多了两个，这个跟这个也多了两个。每一个边在第二层的时候多两个，那有几个边？五个边。所以第二层就是多少？十再加十，依此类推呢。第三层是不是就十再加十再加十？对不对？那总共有六圈，我们就从第一圈十个人，第二圈二十个人。哎，刘老师你怎么知道加十？同学，每一边两个，有五个边，每一边多两个嘛，对不对？所以第二圈一定比第一圈多十个人，同理第三圈又比第二圈又多十个人，这不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等差吗？所以十、二十、三十加点点点加六十，好伟大的一个数字。同学经常背公式，老师跟你讲，等差的等差级数的和就是梯形，梯形怎么算？上底加下底，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高就是有几个几项，乘以高除以二，所以现在总共有几个人呢？约掉三，所以七十乘以三，所以答案总共多少？两百一十人。所以这六圈全部排出来有两百一十人，答案就选 A。记住，老师现在教你的方法，一定是在国中某一个单元里面，我们可以专门来克制他们的。所以老师为什么敢这样子的铁定的告诉你说，这十个方法学好了之后，你数学的分数绝对不会太难看。好，接下来老师再多举几个例子。好，我们看到第五题，图十四的正方形，这有九个数字，题目告诉你说，这个里的数字和它的和就等于 y， 它全部的总和是等于 y。 他说了，现在有五个一样的正方形，里面也都有数字，他问你说这里总和多少。记住哦，老师现在在黑板上把这个特别写出颜色，可是考卷上是没有这个颜色，是老师加上去的哦。你要怎么看出归纳法的规律性？你注意看，他给你的是三、七、十一、十五、十九，有没有？中间就是这个。那你发现它的前后？你看哦，这个三、一、二、三、四、五，它是不是一个等差？再来五、六、七、八、九，是不是也等差？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刚好这个三就是二四的等差中项，七是六八的等差中项，这就是我们归纳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归纳法的最大精神就是你要找出它的规则性，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等差中项。不要忘了哦，你还记得等差数列一个特色啊？如果 A、B、C 三个数成等差的话，那么 A 加 C 会等于多少呢？A 加 C 是不是会等于 2B 呢？好，那现在这里是 Y， 这两个加起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 2Y， 这又是等差，这两个加起来也是 2Y， Y 加 2Y 加 2Y， 所以这里的总和加起来是多少？全部的总和加起来就是 5Y， 我们答案就是要来选 A。 所以同学，归纳法的精神，你想要用好它，你一定要对题目里面给你的任何条件跟数字要有相当的敏锐度。好，老师以这几个例题来告诉你归纳法。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个题型，就是我们的图解法。好，第三种题型是图解法。好，老师要提醒同学，图解法它的使用时机就是出现在题目要问你。哦，这小学也经常考的哦。比如说，参加运动会的有多少人？参加大会舞的有多少人？那他有参加的没参加的各占几分之几？找这种交集有关集合的题目，哦，有关集合的题目，找交集的这种题目都用图解法。我们把所有的当作一，全校同学当作一。像第一个题目，他就说了，
我校有五分之二的同学参加大队接力，五分之二是这个圈圈哦，这个圈圈哦。好，这一个有没有像什么万事打卡？所以我同学，你就要把它记好。图解法想到什么？信用卡，一个圈圈，两个圈圈。图解法就是用这个来解，因为文字化成图形，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五分之二参加大队接力，四分之一的来，另外一个圈圈是四分之一，那中间是不是有交集啊？这个交集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又参加大队接力，又参加大会，有八分之一。那这题目考的真的就只有小学五六年级的程度，他只问一个很简单的，请问有参加大队接力，但是没有参加大会舞的，就是说大队接力，这里是大队接力，我切掉，把有参加大会舞的切掉，所以这个答案就是现在老师所画的这一个颜色的区域，所以答案就是全部五分之二，扣掉中间交集的部分八分之一，所以答案就是选第四个 D， 所以这个题目相当的简单，但是你记得哦。老师现在讲的是基本学历测验里面的一个考题，但是它会变化，它会变成人数，然后最后要你算多少人，但是做法都是一样，直接用图找交集，哦，全部当作一，哦，哪些参加哪个，有多少，交集是多少，这个在哪里也参考，找倍数，公倍数也参考，二的倍数、三的倍数、六的倍数这些题目。好，同学们看第二题，第二题是坐标的题目。那坐标当然画在图上，理所当然的是用图解法。那这个题目是很基本的，只考你国一的正负的观念而已。所以你看到说，小一加坐标在负二跟一的位置 ，x 是负二 ，y 是一。他说往东走三单位，往东走三单位。来，我们从这边开始对到了走一二三，走三个单位。好，走三个单位，然后再往南走四个单位，一、二、三、四，他要从这边走到这边，这边就是小华的家。他问你说，小华这里坐标是多少？如果以这个图形我们直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答案是一跟什么负三。但是老师，画图好麻烦。如果你功力 OK 的话，你就记住，往东是家，那我们来算算看哈，负二跟一，往东是家，负二加三，当然答案就是多少一。往下是减，他说往下走四，所以一来减四，一减四的话就负三，没有错。所以你就算不画图，你也可以验算看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题目。只要你要考前面三个志愿的同学，一定要拿到分数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题，第三题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难，可是他如果你把他整个题目念完，你知道他考的观念实在有够简单的。他说什么？他说一到有二十一支签，在一个签筒，人家庙里面在抽签，那个在那个问神的哈，那种签有二十一支，里面标了二十一个号码。他问什么？他问的很简单啊，他问你说抽中二的倍数，抽中三的倍数，抽中六的倍数，七的倍数。那像这种题目其实不难，为什么？数目有限，它不是几百个、几千个，才二十一个，你就干脆画出来。就算你不会算，你把它勾一勾也好了，对不对？你看二的倍数，老师勾给你看了，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所以总共有几个？这里总共有二十一分之十，因为它有二十一个，它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二十一分之十有等于二分之一吗？没有啊，所以第一个答案不是又是明显的错误了吗？那剩下的你就照这个，你说老师，那考试我们就真的要这样写吗？老师要跟你讲，脑袋要放灵光一点，因为这个题目的数字很小，我们直接算就算就好了。你说老师啊，基本学历测验真的考那么简单？的确，基本学历测验大概有一半的题目，他是要让国中生一定了解，一定可以拿到分数的。好，第四种题型叫做还原法。所谓的还原法，一般来讲，它的最原始一定是来自于所谓的数学公式。那你在国中三年，各位同学最有印象的就是什么？根与系数关系，或者是二
一元二次的解，有没有？二 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四 ac。但是这些公式，我们的题本、基本学习测验考场一定会给你，所以你不用去背它，但是你要会用它。好，那老师所谓的还原法，就是说，本来这个题目本来是要让你带公式解的，可是它是确实把你解出来了，要回去问你的系数，所以叫做还原。你看，他已经给你解了，他说现在有一个方程式是2x 平方减 bx 加 a 等于零，已经配方法配好了。所以很多同学很直觉，他打算从这边配方，然后跟这个比，完蛋了。现在是要从这边回去，所以我们只要想办法把这个根号去掉就 OK 了。那你要知道，我们当时解是怎么解的，现在把它倒回去叫还原嘛。所以来，我们现在想办法让把这个根号数不见了，我们现在全部乘以二，所以变成二 x 减三等于正负根号十，在两边平方，二 x 减三的平方等于十五，展开来四 x 平方，看清楚哦，四 x 平方这里多少？减六，减六两个，所以减六减十二 x。加九等于十五。好，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四 x 平方减十二 x， 这里一项过来是多少？减六等于零。哦，你看，这个跟老师不一样，对，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公因数被我们约分了，所以我们要变成一样还原嘛，所以这个系数要跟它一样。早知道系数比较，让它再除以二，所以变成二 x 平方减六 x 减三等于零。比较看看，我们就可以知道 b 等于，你看哦，负号吗？负号，所以 b 就等于多少？六。a 呢 ？a 就等于多少？负三。但是这个题目它只要你求什么 a， 所以答案 a 等于负三，答案我们选 b。所以你记得，你不要只会背公式，背公式。进考场是没有用的，因为公式它已经给你了，反而你要会学会怎么用公式。好，还原法的精神一般都会出现在哪里？跟你系数关系，跟你系数关系的解，哦，或者公式解二 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四 ac 的解，这种基本学历测验在基本学历测验好几年都有考过这种题目。好，这个同学一定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种可以用还原法来解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数学里面的找因式倍式，整个式子用某一个式子去除余多少，然后让你去算，这个东西就是因式倍式的题目。来，我们看一下哈，他说现在有一个式子，它多项式，有一个多项式，它用 x 减二去除之后得到的三是这样子，余是这样子，你看到没？那我们就是把它原来式子找到。还原回来也是，所以我们乘开来二 x 平方，看到减四 x， 看到没？减四 x， 减三 x， 所以减七 x 加六，加六再加三加九，这就还原原来的。可是题目不是这样子，他要问你再把这个东西拿去给二 x 加三除。好，老师要这边提醒同学，这一种。我们以直式的来做除法的话，你一定要分离系数，就是只要用系数就好，不要 x 写一堆。有很多国中生到现在，他都会把 x 一起写进来，这样会干扰你的视觉，容易算错。所以我们把这个拿过来，缺项补零，把它拿过来，拿下来，把这个系数分离出来就好了。除以什么？二 x 加三，那我们这边就写二加三，把它的系数分离出来就好。好，这么一除，第一个一。二加三，相减负十加九，太美妙了。因为这里一层负十，就算你后面不用算了也没关系，因为题目只要问你，请问得到的三是多少？记住，得到的三这是常数，这是什么？一致式。所以得到的常数答案就是，得到的三式就是 x 减五 ，x 减五，这个就是 x 减五，答案是选第二个。答案选第二个 B，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在还原法里面，专门用来解什么？解一元二次方程式，不管是我们的常除法，不管我们的根与系数，还原法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哦，接下来老师再为同学举第三个题目。好，我们看到
还原法的第三题，这个题目也是跟你系数的题目。老师跟同学讲过，还原法，你只要看到跟你系数的题目，或者是看到所谓的因式倍式的题目，你就要想赶快想到是不是会用到这个方法。来，我们看一下，他给你一个方程式，他说 AB 是它的两根，而且 A 大于 B， 要你求五分之二 A 跟五分之二 B。同学，很多同学看到这个题目完全没感觉，傻傻的就赶快把它展开来，打算要解两根，完蛋了。你有没有发现到五分之二，五分之二，他给了你一条线索。这个题目如果你把它展开来，真的求 AB 然后带进来的话，那这个题目你就要注定失败。所以同学，老师就跟你讲，你要知道它的关系。所以五分之二 x 加一的平方等于六八里的话，我们直接不要动它，直接开方。所以五分之二 x 加一就会等于正负根号六八里。好，来啦，所以 x 就会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五分之二 x 等于负一加减根号六八里，因为 a 大于 b。所以 a 就是负一加，所以五分之二 a 就会等于负一加根号六八零。五分之二 b 呢？因为两根嘛，两根就带进去，负一减根号六八零。可是人家也没有让你算 ab 啊，人家你算五分之二 a 减五分之二 b， 刚好就是这两个相减。所以五分之二 a 减五分之二 b 就是负一加根号六八零去减。负一减根号六八零，你就乖乖的一步一脚印把它放进来，二根号六八零。好，考完之后这不是答案，看有差别。根号六八零在哪里？根号六八零怎么找？这个 n 就是在这个题目就是六十八，所以根号六八零就是这个对号对到这个六八零，所以这就是二十六点零，这个地方就是二乘以二十六点零七七，那么。跟哪一个整数会比较靠近呢？答案就是选第四个，52，这样子才会比较容易知道说，哦，原来基本学习测验题目并不是哦，只想满脑子公式拼命算，你要先观察，先了解题目的特色在哪里，然后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才是我们解题目的最高境界，基本学习测验分数才会考得好。哦，从老师以上跟你介绍的四种题型，你不难发现，基本学历测验这几年来所考的题目，它是有一个规律性。经过老师这样整理，你再多把基本学历测验的考古题拿出来，老师在讲义背后都有附了很多的题目，再多做练习，相信你就不会害怕基本学历测验的题型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五个题型。